嘴巴里发苦，很发苦。今天是1月22号，2018年，嘴巴里很发苦，特别困，很想睡觉，特别困，又被下了药了。昨天晚上，你看我喝了什么东西？喝了2瓶饮料，一个是可口可乐，那个百事可乐，另外一个是那个茶，Tinava，在那个那个人在那个工作的一个人要我买什么饮料啊？买产品，在那个 Starbucks Coffee 要我买产品，我说买一瓶喝，那个味道有点怪怪的，那个茶，所谓的什么茶？那茶在哪里？我还有瓶子，瓶子还在这儿。茶的瓶子还在这里。这个茶，这种茶，对，哇！我前两天刚把那个冰箱的底层给收拾了一下，东西移出来还没扔掉，但是东西有点问题，喝的饮料有点问题，最近过去2天。